经过九轮比拼，跨界歌王半决赛名额仅剩一席。第一期晋级歌手秦海璐，第二期晋级歌手王凯，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第三期晋级歌手陈松伶，不过是英雄伪装，我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第四期晋级歌手李光洁，有谁能不为他发烧流鼻涕。第五期晋级歌手白百合，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么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第六期晋级歌手郭涛，知大顺就是一大顺，坚持不懈才有胜算，要不按照我的习惯，小兄弟却不能够放。第七期晋级歌手潘粤明，爱已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第八期晋级歌手王祖蓝，满关西风携带空阳光发愁。第九期晋级歌手刘涛，特别的谢谢的。酒厂是我和巴图一起走过经历到现在剩下我们俩的，还有一个还能给巴图吗？最后一期了，珍惜最后一次机会，上台的机会，所以这首歌我也是很慎重的去做了一些选择和改编。我多想时光都可以原谅，重逢的我们能别来。对了，预备开机，一条紫金色，对，我先说那条小说来得及吗？来，行。你觉得我参加那种跨界歌王应该选什么歌啊？因为我唱对面女孩，但我觉得我不会弹吉他，没法唱对面女孩。不用啦，你想想看吧，什么歌适合你？我觉得你的声音如果是唱那种静静的夜里，唱那种女人心里面的感觉，会蛮有味道的。如果你唱了什么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你的感觉唱得很爱很爱你，或是说呢，或是说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音乐停止了，笛声响起了，你说你爱来不该爱。你前面可以唱慢的，早知道伤心总是会被摇滚也是一种方法。静静的夜，你爱来不天傍晚车窗外，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你唱吗？我不唱了。可以了，我得下去练歌了，歌不太熟。那明天咱们来，谁坐到带被子呀？已经坐了有了。你来唱。踢馆来了，这是。反正这节目有他没我。第十期对我来讲真的是很紧张，最好是进吧，不进的话就参加第二季，总之是不会放弃的。如果你不行你就靠边停吧，我们走过去。喂，对，我们走过去。
太堵了，不等他了。赶紧那边还等着彩排呢，快走。是我美好的人，我一直在。师傅。通知北京电视台相关事件和有相关电活动的有效通行。没有，对不起，按照我们这个园区规定，必须通知有效通行才可以进入。走了，走了。行了，稍微我们进里边等一下，我交那个谁。没有那么闷头啊。这么清纯的小脸儿起疙瘩了，我能不上火吗？一定要晋级今天，一定要晋级。只剩一个名额了，最后一期了。不用想那么多啊，说不想那么多，可能就是因为没太大信心，挺紧张的。这首歌可能跟之前那首歌是一个反差，所以我也想尝试一下，因为一共就只有两期嘛。我给观众一个惊喜，但是不一定是惊喜。哎呀。四个熊猫陪着我，还以为大家都来了，没有人。哇哇！你感觉像穿着一个白裙子，然后到一个土堆里面、沙坑里面滚了两圈，然后出来。因为我最后一天了，所以我想我还是穿一次裙子吧。你不一定是最后一天啊。我觉得我肯定是最后一天。Hello。Hello。哇，我们今天很配啊，颜色都。没有，其实不是这身儿。然后因为那个衣服。坐不下来。会有新人吗？来的男生还是女生？来的是女生，姓彭。女生姓彭。彭佳慧。怎么回事？寒风吗？你像怎么今天那么不一样了呢？怎么不一样了？真的有点金秀贤的那个影子啊。东北金秀。东京戏。那今天补位的是谁？还有人，门还开着呢。补啊，立坤啊。对，会不会就是我们主持人？我觉得很有可能立坤。那我就一点压力都没有了。感觉气氛好欢快呀、啊！今天我看你们每个人状态都还不错。我们是假的。你们没有发现今天我们少了一位歌手吗？是你吗？是因为今天没有补位跨界歌手了。啊、没有啦。对。不是你吗？万宇是你了，今天。如果我只唱这一场，我再成功晋级了，你们五个人岂不是会杀了我？那天你唱那歌还真的挺难听的。好，严肃一点啊，我们要说说今天晚上的赛制了。到了最关键那一场，第十场。只有一个晋级名额了，你们觉得谁有戏？我觉得沈阳戏最大。我觉得巴图从第一期唱到现在，论理说应该让巴图进了，但是我心里我觉得沈阳哥唱得非常非常好。这杏儿之前的表现也特别抢眼啊。为什么没有人说我们俩？我们俩不高兴了。其实我今天准备一首歌很难唱，然后我就想让他们炫一下我的歌技。谁说我只有颜值？颜值？我唱的也很好，好吗？我们是二男组合，他很难唱，我很难听，我很难看。最后一波，只有一个人还有机会获得后面演唱的权利，另外的四个人都是最后一次。
在跨界歌王的舞台上演唱。那好，老规矩，二层舞台等着你们。OK。嗯，好，一会儿见，拜拜。跨界歌王第一季第十场比赛马上开始。只剩下最后一组，今晚也将不再增加五位跨界歌手。今晚是他们争取晋级席位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真的比前天紧张，我不知道为什么。比赛现在开始。第一位登上舞台的跨界歌手，他总说结果并不重要，唱歌最重要。加油！要再加油。但是今晚的结果将会决定了他能否继续唱下去。对我个人来讲呢，也挺有压力的。我的每一个秀都是花尽心思的，对，这一次也不例外。但是我不会透露给你们，这是一个秘密。一会儿我们场上见吧。有请跨界歌手小沈阳。哟。时髦了，帅气了，现代了。Little 沈阳，不是，现在关键没名额了，他今天最后一个、啊，最后一次了。哦，对哈，所以杀手锏今天得拿出来，对，不能再去试了。上期花房姑娘很棒。哎呦，那今天来一个阿里山的姑娘，你觉得？今天这歌跟姑娘没关，没关系。今天唱什么呢？叫老男孩。是唱给宋柯的吗？其实这歌很简单，就是唱我们八零后的一些情怀。Little 沈阳是哪一年出生的？我八一年。1981年啊？对呀、啊。他觉得他看起来比较成熟啊。哎，没有好话了，看来这句。我知道这歌啊，洋洋。但这歌是两个人唱的，一个人唱比较累一点。好。老男孩，我今天多唱几句啊，哎，对对，搞不好没机会唱了，因为你万一又升不上去，那就连机会我就认真唱，好好唱，你好不好？啊、好好，好来，老师来。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个，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如果有明天，祝福你亲爱的。好励志哦。但是励志不见得能上去，励志不见得能上去。这边要多加两两的感情，嗯，刚才就少了。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要像海浪一样，一波还要比一波强。对对对对对，它要往前面堆积。对对对，你要再推那个情感，可以吗？应该可以。应该可以的话，可能就上不去了。你要说一定可以才可以上去。一定可以啊。不这种的。最后一场了嘛。所以说也是很紧张的。你要是不能晋级啊，也不冤。有一个人啊叫巴图、到现在都还没晋级呢。是，他是元老啊。元老，元老级的，他变成大师兄了。让我搏一搏，让我搏一搏吧。搏一搏。好，我们也得商量一下啊，先把通道打开。没问题，洋洋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吧？对，没问题，对，没问题，对对。好，那个那就老男孩的梦想啊，这个要上去加油，谢谢，加油啊，谢谢，加油加油，对，把巴图干掉啊，对，好、啊，好、啊，好、啊，再见，再见啊。
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接受我吗？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落又是雨季，春天啊你在哪里？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为什么他总是有这么多的人跟他在一起？像一把无情刻刀，改变了我们模样。未曾绽放就要枯萎吗？我有过梦想，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时候陪伴我的那刻，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如果有明天，祝福你亲爱的。人生啊，差不多吧。啊，那天嗓子有点儿不给使。刚才唱的怎么样？不，其实真不怎么样。不容易，这首歌是两个人唱，因为那个高音啊一直悬在那一边，那个需要很大的肺活量啊，还有声带的强度在支撑这首歌曲。利特沈阳刚才我觉得算是唱得很好了。我们也不是听说你唱得多精彩多犀利，主要是还是一种情怀的表达。杨洋应该是跨界歌手所有选手里边来的最直的一个。杨洋是大家对他唱歌有印象的，因为他在各种节目里边啊，就是会唱高音啊什么，就大家所以留在这个印象，就说啊，小沈阳会飙高音，然后模仿得很像，学谁像谁。但这次这个节目呢，从第一首开始一直在选的都是走心的歌，然后呢把自己会唱歌的这一面表现出来。所以其实你刚才说唱的嗓子不够好，那还是我觉得是按照飙高音的这个标准来看，反正我觉得每一次选的歌都已经达到歌手的标准，这个就是你最值的地方。自己唱的很舒服，真的。对其实刚才你在唱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不管你是什么出身，只要你唱得好，你能带出我的情感，你能让我感动，你就是个歌手。那我觉得利特沈阳就有这些条件。利特沈阳，谢谢。其实
我家里是农村的，大家都知道，我其实我的童年并不是很快乐，我只上了六年级的上半年，对，我13岁就走入社会，一直闯荡，那时候就开始喜欢歌，确实是一直想出一张自己的专辑，我认为有专辑的话才是一个真正的歌手，出一张专辑的事啊，对不对，太麻烦了，我觉得有机会的话能够唱一两首新歌，对，也是走心的，对，我觉得出一张属于自己的一张专辑，我写歌卖钱怎么样？哦，他聊这张专辑都聊5-6年了，好几年了。你入了宝山不能空手而回啊，还有小林老师啊，对，也是作曲家，今天可以约歌。我觉得我们看到的小沈阳，其实你还有很多的武功还没有展现出来。我觉得你只要站上舞台，你就是用生命，你用生命去带给大家很多的感动、爱跟欢笑，你做得很棒。谢谢老师，谢谢。真的很棒。因为像我这样的也不是偶像，对，我唯一自主的就是这张脸，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我特别满足这件事情。谢谢观众这么抬爱我，谢谢。我纠正他一下，有多少人就是欣赏你、喜欢你、爱你？有这三点，你就是他们的偶像。对了。哎，为啥爱你的都是男的呢？怎么都是男的？还有老大娘呢。哦，老大娘。对，还有小孩呢。今天沈阳第一个出场，今天其实比赛非常的微妙，因为只有一个晋级名额。反正我是努力吧。努力也凭运气，反正今天晚上发挥的我感觉还行，接下来的事儿也不归我管了，就是大家了。如果今天晚上啊你不能晋级的话，你觉得最可能是会输在谁的手上？我呀。我，快说我。什么？巴图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唱得很好。巴图，对对，你这今年是对他是又爱又恨是吧？只爱没恨。只恨没爱。那吴老师，我也问问您，您觉得这五位实力相当的歌手，谁有最有可能晋级？我目前为止的话，我当然觉得小沈阳跟巴图是非常有机会的。不要听他们乱讲。唱很好。我想采访一下启贤老师，那三位女士你怎么看的呢？三位是不是 I love you baby。 好，那接下来有多少人会支持沈阳呢？你们得用投票的方式来表达你们的态度。我要再次强调，我们的晋级席位只剩下最后的一个，所以今天你们手中的每一票都非常的关键，你们将决定谁会进入半决赛。投票通道现在开启。韩后茶蕊嫩白叶，嫩白就是 baby 白。观众投票时间，请投票。投票通道关闭。一起来看结果。不错，谢谢谢谢，不用谢，反正我第一个唱完了。对呀、啊，他们可能还得熬嘛。对，你就老轻松了，还唱完之后。对，特别轻松。啊。你紧张什么？你唱得那么好。我真的好紧张。为什么要那么紧张？今天就是每个人唱完了之后，结果马上出现，比较也都会有。对，所以你回去之后，我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迎接你啊。是啊，应该会，我一会儿看看去啊。您看看去，现在就赶紧看看去。看看去啊。好，谢谢你们，谢谢。总体今天晚上还是有瑕疵的，嗓子不给使，而且还会忘词，唱丢了一个字儿。她是古灵精怪的曲妖精，她是文艺女青年。她又是朋克小美女，到底哪一面才是真实的她自己呢？又一期了，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让我升不上去吧。要对自己有信心。她告诉我说，今天这首歌曲就是她自己
真实的写照。很珍惜最后一次上台的机会，所以这首歌我也是很慎重的去做了一些选择和改编，然后呢希望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舞台效果，希望能够多争取一些红灯。有请跨界歌手王思文。老师好。子王好。今天为什么这么 lady？ 最后一期了嘛，等我每期都穿的是裤子，我就穿回裙子呗。其实他穿这样子他还是有他自己那种很古灵精怪的个性在里面、啊、偷穿了妈妈的晚礼服，有没有？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点 我还改了一下，我改得很合体了好吗？我觉得有一点点复古风。对，有复古风。对，但你没有发现我配一双靴子吗？哎，复古摇滚风。哎，子文，跨界歌王来第几次了？第三次啊，第二次我唱的闷，你又不在来。你选的嘞？我想肯定你会鼓励我，觉得我唱的很好，因为你推荐我的，结果你没在。唱的好不好？挺好的。我说他是那四个字呢，跨界已经跨过了啊。现在在歌的这个部分，离王还有一些距离。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是有潜力的啊，但是呢，我来的有点晚。最后一期了，我觉得肯定要到王的那个位置，到第一名的位置还是有一段距离。嗯，但是我这次还是精心准备了一首我个人觉得比较难唱的歌。哦，哪一首歌？梦醒时分，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对，因为我选它第一点是因为我演了一个微电影，跟任贤齐哥哥一起演的，他就推荐了这一首，他就觉得你要选一首你很熟的歌。这个，那先听你唱唱看。好。对。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嗯，真的唱得不错。这首歌比较发挥它音色的那个小魅力。对对对 对。今天晚上你得盯着我唱。你唱的时候，你的眼神可以盯着他，但是你的心向着我，你就唱得好了。好。好不好？嗯。先把通道开启了。最后一期了，我觉得你肯定不会让我升不上去吧？因为他曲子你们老先生就别送上去。我们就不让你上去，怎么样？可能。刀子嘴豆子心。好吧，吴老师肯定没问题。没问题。今天有点小突破、啊。我觉得对。黄老师也会很鼓励你，我也一样，一定朝着我唱啊，好吧，谢谢加油。谢谢。哎，这妈妈的晚礼服越看越好看。对啊。这样子啊，心向着你，衣服卖我。哎，好。谢谢。替他捏把汗。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
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相信相信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要知道相信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相信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啊啊啊啊啊，漂亮的转音，小文，破费，破费，我认为 perfect 加 good 的，哇，谢谢，没有，好特别啊。我也爱你，你知道吗？哎，你怕收吗？那个楼梯啊，踩上去完了，一直我一直差点要掉下来，你知道吗？唱那首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抖。还是挺危险的，你们晃动，尤其穿高跟鞋。还有一些地方不是。一看这楼梯，我知道就悬了，因为它恐高特别厉害。原本我穿会比这个好很多，其实就是那一节楼梯真的让我一下就突然就开始晃了。后来我在唱的时候手都在抖。你这样子，我们不纠结那节楼梯了，现在在平地上。能把它砸了吗？那个楼梯？一会儿。哎，他特别像个那个小孩子啊，就特别会纠结一件事儿。没什么大问题啊。有，你想我后面本来准备的拍子不是像唱的，然后走到这个楼梯的时候，我都忘走了，你明白吗？真的，让我下来我就踩到我的裙子。我有看到你的裙子，你踩到了，可是你依旧在唱啊，你只是把脚轻轻的就这样撩起来。其实，在演唱会上面，我们也会常常碰到这些问题。刘涛，我记得他唱那首《一个人跳舞》的时候，他站在两张桌子上。晃动的，他一样跳舞，一样在做后面仰倒的那个动作，那个就是考验一个艺人啊。当你碰到这种特殊状况的时候，你扛不扛得住？今天这个歌呢，也未免有点太挑战自己了。我就想挑战一下嘛。你看歌本身速度不一样，然后呢，中间还插了一个另外的歌，对，然后又要换回到这个歌，又要加快速度，又要摇滚。我觉得这难度未免太大了。我本来是想标下歌技的，
然后我觉得我可能就会站在这里，要很抒情的，然后就把这个歌完整唱出来。但是呢，楼梯真的让我一下就突然就开始慌了。后来我在唱的时候，手都在抖。我觉得我应该唱更好一点的。那你这样，你再把你刚才更好一点啊，你再唱一小段，你觉得就最能够体现你这个音乐实力的一小段，怎么样？展现你的实力。好吧。也没有楼梯干扰你，我也离你远一点，要不然唱不好又说是我的问题。唱一首 She Knows。Because she knows, don't wanna be your angel. 不想背着一副黑色的翅膀。She knows, nothing can last forever. 她的心却懂得真实的模样。Da di lu da lu la la, da lu la la, da la la.Da di lu da lu la la, da lu la la, da la la。谢谢谢谢。哎，我手机植入呢呀？这是真机吗？金立超长待机手机。你看五个人当中，你觉得你的水平大概排到什么样的位置？发挥好的话，应该是第一个吧。这只是没有发挥好而已啊，我还有很多潜力。那你觉得刚才唱过的几个人当中，他们谁发挥的比较好，最有可能晋级？我啊，一般我都不自夸，但是我觉得我唱的也还不错，这次够了，这就够了。安迪走了，我就不需要再谦虚了。安迪在的时候，我得把名额让给他。你们是不是跟子文想的一样呢？对呀、啊。如果你们跟子文想的一样的话，要干嘛呢？投票。红灯投票。有默契。投票通道正式开启。韩后茶蕊嫩白也，嫩白就是 baby 白。观众投票时间，请投票。投票通道关闭，一起来看结果。哎，不错，很厉害，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子文，谢谢，先休息一下。哦，可是紧张啊！哎，他进屋的时候我们藏在后面了。哎，藏起来给他个惊喜。嗯，我觉得这三期其实挺锻炼人的。嗯，我每一期都心惊胆战的。以前我觉得唱歌挺简单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站在台上，我觉得一切都没有那么容易。一个人都没有啊？我本来就是一个人都没有是吗？应该是这样吗？是对的吗？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祝你 Happy Birthday， 你们不要脸啊！祝你 Happy Birthday， 不是，祝你们子文，哎，有没有惊喜呀？有啊！你跳的真好，棒什么？我一直在抖。今晚是他的第七场比赛，你来了这么多期了，快听，你都来了七场了，哇！跨界，他成功了。但能否成王，就要看你们愿不愿意助他一臂之力。那是有可能的，是最后一期走这个走廊了，只剩一个名额了。你说大家都挺强的，你也会怕自己就呈现出来的东西不够好。大家到了这个点，都是已经豁出去的那种感觉了。有请跨界歌手吴戏码。星儿好，星儿好，星儿好，顾老师，哎，您回来了，想念我吗？我还在。啊，对耶，星儿已经第七期了，也是师姐级的人了。对，再不晋级变成活化石，你知道吗？今天有准备什么样的曲子呢？因为我想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一次。我觉得这首歌会是一首很挺走心的歌，《K 歌之王》。K 歌之王，有、哦、还粤语版吗？还是粤语版 ？Eason 的歌，前几天跟 Eason 在聊天的时候，啊，他就有说，为什么他还没晋级呢？哎呦，
啊，他觉得他应该晋级，是不是、嗯？就是他刚好有看到。哦，其实你的晋级都掌握在宋柯的手上，不关我们的事。吴老师真的是。好，那我们先来走心一个 K 歌之王。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没了、哦，好听。我第一次听女生的粤语版本的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如果女生唱是挺难的，反差很大，跟那个男生唱。伊森的音域很宽，对。然后前面会比较低、嗯，然后后面又会很高。所以感觉特别不一样，我很喜欢。我觉得男生跟女生的、嗯、真的吗？这个表现特别的不一样、嗯。我其实觉得选这首歌是有一点冒险的。其实真的是蛮大的冒险，嗯、可是我真的知道。可以感受到性格、哦、嗯，他其实真的很想唱他心中的感受、嗯嗯、而不是说到底能不能晋级、嗯、对对对对，但是我建议你前面这一段啊、哦、放松一点来唱，嗯，你放松你的喉咙，放松你的声带、嗯、让它更自然，嗯，用语气来做补助，这个应该上了去会好一点，通道开启，应该今天大家都能上的吧。好好唱，加油，加油，加油，嗯，好的，那杏儿上去加油啊。好，哇，可能是最后一起上了。哈哈哈哈哈哈。大家应该都是最后一次。对对，哦。
比渴望地老天荒更简单，未算罕有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来吧送给你叫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如从未听过誓言如幸福摩天轮才令我因你，如古天叫地爱爱爱爱那么多，给你用力作二十首不舍不弃，还附送你爱得过火，给你卖力唱二十首真心真意，迷到风都因我动摇，无人及我，你怎么竟然说被歌笑是我？无人及我，你怎么竟然说被歌笑是我？适合他，我就说他要唱广东话的歌。刚才从头到尾我在享受的是馨儿唱这首歌的那个情感的专注力，我觉得好像有一条线连在一起，我也被他感动了，所以音高或者低唱不唱得下去，那我已经不在那边了，我在他的那个情绪里面。谢谢老师，我确实觉得没有发挥得很好。I love you baby. I love you baby. 其实我突然有一种觉得，为什么杏儿不早一点唱粤语歌呢？是对不对？他上一期唱了那个小幸运就已经很对，很好，然后这一期唱了 K 歌之王，为什么不把它摆到前面去呢？就觉得有一点小遗憾。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是，而且啊，他唱歌的专注的情感嘛，那如果有男歌手跟他合唱，不晓得能不能撑得住他那种感情。试一下呀，吴老师。来了来了，机会来了，这次机会来了。哎呀，我突然间很有压力。吴启贤老师也是歌王啊。是啊。我跟你讲，我跟杏儿唱歌唯一的障碍就是什么呢？他长得比我高，你知道吗？是我的鞋子太高。启贤。你站在那个上面，不行。他们想干嘛呀？他俩比个儿。比身高吗？唱个什么歌？你最珍贵，好不好？好。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知道我爱流泪，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我不撤退，跳起舞相守相随，你最珍贵。吴老师好享受啊。我都觉得我不应该走过去，你可不可以再回到现实世界？你有上来怪怪的，还不舍得松手，在这里比较好一点。谢谢吴老师，谢谢。
而且杏儿，你知道吗？你真的是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好多人都说你真的早就应该晋级了，但是你一场一场特别认真的唱到现在，每一次都努力变换一个不同的风格带给我们看。所以其实大家有时候不用想太多，就是这个结果是怎样。嗯，我觉得就像人生一样，其实过程是很重要的。谁说你是 K 歌之王，你是好还是不好没关系，就是你想唱给大家听就好了。我已经很满足很开心了。嗯，我的杏儿一流泪，我的心都化了。没事没事，你看吴启贤老师现在的表情，他的心也化了。对呀、啊。其实杏儿挺冤的，他 PK 的那次，平老师碰到是百合。对。而百合刚好那次是大爆发的时候，像我唱歌就常常碰到老宋，我就觉得很冤了。你们如果喜欢杏儿的话，如果你们希望他能够从跨界成功变身歌王的话，那你们真的是需要支持他了。投票通道正式开启。韩后查蕊嫩白也嫩白就是 baby 白，观众投票时间，请投票。投票通道关闭。一起来看结果。哇！耶！哇！不错。好。好。很多人爱你，杏儿。谢谢。谢谢。谢谢杏儿。谢谢谢。K 歌之王那歌真的是挺难唱的，然后尤其是你在台上那个状态可能也会有一点紧张什么的，就是那个低音特别的低，我就感觉自己可能发挥没那么好吧。他刚来到跨界的舞台就要面临如此残酷的竞争，上一场他的一抹眼泪真的让我们心动，而今天祝福他，希望他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再次唱出自己的心声。有请跨界歌手姚笛。可能我现在不太会用自己的嗓子，比较专业的元素吧，我都不太懂，所以我现在去练一些基本功可能也来不及，就要去那个上台了，所以我现在挺紧张的。哎，三位老师好。你好。你好，姚笛。唱得好漂亮。你好，吴老师。是应该叫乌老师吗？亲切点的话叫启贤也行了。好吗？这样今天这衣服很漂亮啊，蛮特别的。对啊，那你平常的打扮跟这个有差距很大吗？哦。所以这是因为今天要唱的歌吗？对。哦。是不是很隆重？对。对。今天是唱什么歌？催眠。催眠。嗯。王菲的。对对对，如果喝大了的话就唱王菲的。喝大他觉得自己就觉得自己就是王菲啊，自己就是王菲了。不喝的时候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对，上期唱的嗨吗？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唱的我已经忘了我在唱歌了。第一次见你，所以充满好奇心。嗯，来听听看。喝酒了没有？没有。今天那你来酒来了。我还是要提醒今天这样真的是最后一个名额。好，把绝招拿出来，老师。真的还是要再昏迷一点。对对对，你要在那个状态里面，对，没有放开。总体来说，得把范儿刷足。哎，唯我独尊的那种态度啊，要那个味道。对，现在还是太清醒。直接用酒精吧。可以，又把我泡酒里。你就当做是演戏，演一个女歌手。嗯。
连你的眼神、你的肢体，都要有那个状态。反正你唱的好与不好，捞仔老师都跟得上。这就是捞仔老师厉害的地方，他能把你捞起来，你放心。好的，好不好？那好，我们三个商量一下啊，看姚笛有没有机会争取这一期的最后一个晋级名额。好吧。好，通道打开。郭老师，我知道你对美女历来都是 OK 的，我过，特别严格，过吧。我也觉得他上台是完全不一样，对，一升上去他状态就来了。是，所以呢，现在上升的过程呢，把那个自己的最佳状态调节，好吧？谢谢老师，好，加油，谢谢加油，来，接下来，哎，小心一点，不要掉下去，加油，谢谢，加油，谢谢，谢谢。再输一回。
好特别呀、啊，姚金叶。你鞋是长的吗？大长靴啊。那为什么没有露出来呢？因为人家想让自己帅一点，你没有穿那种高跟鞋，可以吗？好瘦。好瘦，快赶上我了。可是他的衣服我也很喜欢啊。看到吴老师在下面，现在有点乱，有点乱。因为我好像有点刚开始有点赶拍子。对。说实在的，以跨界歌王如果是我们最早几期的话，刚才你在试唱间，我会考虑不让你上来的。那你上来其实让我非常的惊讶，他们也看我，我说，哎，真的不一样这家伙。我在试唱间我跟你讲说，你就演，我就是王菲。对不对？我就要酷，就在假装自己是个歌手，真的很出乎我们的想象。捞仔给重新编了一个很容易起范儿的一个版本，你自己呢，也不丢人。谢谢。他们比较少戴着耳返唱歌的人啊，有时候会被自己的声音吓到，对，不习惯，就觉得说，哎呀，我会不会唱得太大声了，然后就收了。所以这是一种习惯，对，其实就是经验累积了，经验累积。如果你像巴图啊他们啊，对不对？我记得王凯他们开始的时候不习惯的时候，还把耳机拿下来。对，我最他们觉得最开始我有点排斥这个，就是因为我经常被自己的声音吓到，就是对不对？然后后来我问了录音老师，他说不可以。如果我们抛去技术上的一些小问题的话，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演，其实就是来晚了，练的少。对，第二我觉得还是有点没放开。如果有一些跑调的，其实都是你给自己的压力。嗯嗯嗯。所以真的要放松，不过这个是最难的，就是又要放松又要紧张的卡在中间。今天姚笛应该是喝到五瓶啤酒的，要是喝到十瓶呢就更好了。还没喝呢。还没喝，要不然我喝完再来一个。反正我觉得姚笛挺不容易的，他刚来还没太适应这个舞台呢，就是我们进行赛最后一场了。你觉得另外四位谁会进去？杨仔今天嗓子不太好，因为我刚刚在那个集结间。别老提我，哎，我来、哎。我以后不叫爸，我以后叫大连，我们俩就大连和沈阳。巴图占便宜了。哦，你选巴图。好。但我就说选你。你会失望的。你。但是虽然姚笛选了巴图，还是希望你们能选姚笛。那等一下他们问你，你要一定要说。杨哥呀。说一下我吗？哦，对，还有咱杏儿姐。我呢？你俩今儿上 PK， 你下一期。你下一期。还有下一期吗？你下一季。自己唱。不行，这期必须是我。投票通道正式开启。韩后茶蕊嫩白叶，嫩白就是 baby 白。观众投票时间，请投票。我就是韩后白 ，baby 白。投票通道关闭。一起来看结果。哇，比刚才沈阳的稍微少一点，但是看起来比上一场的成绩要好。嗯嗯嗯，你就是你自己的歌王。对啊对啊。谢谢大家。谢谢姚笛。好，谢谢大家。谢谢。还是有一点紧张，因为还是不熟吧，但是还好还没唱错。唱完这两次之后，我忽然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也是在这次比赛中慢慢的在成长。在跨界的舞台上，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哥，他用歌声在表达着自己最真挚的情感，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粉丝的心。但今晚他用歌声唱出他心底的浪漫。还有五个人，只有一个晋级名额，所以我可能也就有20%的几率去晋级。这期好好表现吧，我觉得发挥出我应该有的水平吧。至于晋不晋级，我觉得因为这舞台是公平的。有请跨界歌手巴图。巴图，你今天已经正式成为大师哥。你现在是资格最深的。涛姐走了之后，你比我们三个评委的这个
资历都是，我也不知道是应该是高兴还是悲哀，是给你压力，你今天要拼命。嗯、上期不错，惜败给你最喜欢的涛。啊、哦，真的？对。哦，你跟我的涛 PK。对。对。那输得合理、啊。很悬殊，很悬殊。我今天准备，因为前面都上去了嘛，就最后一个。最后一期不会让我不上台吧？不一定啊。第一期节目就没有上台，最后一期也不上台，首尾呼应，首尾呼应，有头有尾。今天选什么歌呢？因为蛮重要的。对，蛮重要。我选了一首张学友的歌，叫《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啊，不用上去了，不用上去了。为什么？唱到现在都没唱我的歌。他如果第一期就唱你的歌，他后面会好几期上不去。哎呦，真的吗？对啊。哦，我想如果那么快晋级了，我也没有这么大的进步吧？后来。真的，真的，我觉得他留得好啊，一路这样唱下来，其实你的累积是最多的。对，而且很明显的看到他能够开始去掌握、嗯，而且跟台下的互动。作为十朝元老，嗯，对不对？今天还是要，今天对你要真的把你所有的东西全摆出来了，嗯，对不对？是的，是的，好不好？不要保留。来，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嗯。听我的演唱会，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你可以回家了，直接就你没有机会再唱一遍。没有，很好。我觉得特别好，第一段完全没有张学友。嗯，张学友是一个声音特别的有辨识度的一个歌手。嗯、张学友老师如果唱的是35岁、40岁，你唱的就是20岁、25岁。其实刚才是刚刚好。好的，我们先把巴图的这个通道给打开。没问题，享受，就是享受，好吧？勇敢做自己。好，我就四个字，一定晋级啊！好吧，加油。我会加油。镜头其实都一点都没有变胖呢，跟下来一样一样的。真的吗？嗯。你创维电视是方的，不是扁的。就有收回，他
挤得越太挤地声声在吹，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胖子会唱歌，充分地体现这句话。气足。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25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也听歌不睡。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耶嘿，陪着流眼泪。诗歌唱得真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好。那巴图现在可以把这个唱得很清亮、很舒服、很悦耳，可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对象在对着他唱这首歌。我随便举例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答噔答噔，滴答答噔噔噔，这都是语气。刚才你唱得很漂亮，但是缺乏了这个血肉的东西，就是让我起鸡皮疙瘩的那个东西少了。因为作为一个歌者，就是要感动别人。我非常反对巫启贤老师的意见。我觉得挺好，我听到了一个跟张学友完全两代人的这个唱法。谢谢宋克老师。老吴的意思我理解，就是说其实他要求的那个，我认为巴图今天是达不到，是因为确实就是年龄的阅历，说不好听的就是你才谈几次恋爱，吴老师谈多少次恋爱。这差很多你知道吗？对，这个情感的这个厚度差很多。我真的特别感谢说到三位老师。因为这么多期了，我觉得我每一次努力的一点点的进步，我觉得大家也都能看得到，三位老师给我特别特别多的鼓励，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舞台，不管进不晋级，我觉得有大家的陪伴吧，我觉得我就非常满足了，谢谢大家。难怪丹丹老师说巴图在这个舞台上成龙了，
你真能看到他每一期歌唱的越来越好，心态越来越稳定。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巴图，要为他投票，投票通道正式开启。韩后查蕊嫩白叶，嫩白就是 baby 白，观众投票时间，请投票。投票通道关闭。谢谢大家，谢谢。哇，五个人都不相上下呀。好，谢谢巴图，休息一下。谢谢。因为今天是我们晋级赛的最后一场，所以我们来个直接点的。我直接公布第二名和第一名，他们的票是很接近，第二和第一之间只差两票。获得跨界歌王第十场晋级赛第二名的这位跨界歌手是这位跨界歌手是胡杏儿，恭喜。今晚将跟杏儿同台 PK 的，也就是本场第一名，他是小沈阳，恭喜。所以请杏儿过来和沈阳站在一起。第三名，子文文第三名，我们就不公布了。第三名是我吗？我是第一名吗？是的。我是第零名。你是心中的跨界歌王，我们很想代表所有的观众向三位说上一句感谢。我觉得以后可能我不会做一名歌手，我还是会好好演戏，但是这是我人生中特别美妙的记忆。谢谢大家，谢谢我的记忆里有你们。感谢跨界歌王给我这个机会，然后站在这个台上去假装自己是一个歌手，梦醒时分嘛，现在就是我梦醒时分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很过瘾啊。然后从最开始的紧张，然后到不紧张，然后又到有点紧张，这个过程跌宕起伏啊，内心。但是我还是希望说第二季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多来一点，多唱几场，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就是进步的空间，然后像巴图一样，说不定我还能做歌手以后。嗯，不放弃。谢谢子文。啊，那必须的。嗯，就是跨界歌王这个舞台，第八次上了吧，应该。嗯。然后真的都变熟悉了，整个这个地板，我觉得我在这个栏目里面真的进步了太多。我以前唱歌都是跟朋友一块唱，或者是给我父母唱，或者是跟着我女朋友一块唱。但是经过这个节目吧，我觉得我有机会。真的有机会去做得更好，去真的更好的去唱歌，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收获。没有这个舞台，我是想都想不到我能走到这一步。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假如真的唱歌了，举行一场演唱会，然后你们都来听。送票吗？送票，送票。再次感谢三位，谢谢你们给这个舞台留下的精彩，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三位，三位请转身。
刚才有一瞬间突然间有一点点伤感，但是接下来二位，残酷其实才刚刚开始，对于你们来说，接下来是你们两个人的一轮 PK，PK 出的一个人晋级，另外的一个人也会跟他们三个人一样转身离开。加油啊！好，精神精神抖啊！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请王者对决的两位选手。请胡杏儿暂时休息，请小沈阳做好演唱准备。
谢沈阳，让我们有请吴杏儿。今天这首 PK 歌，我就是想送给那个让我很开心的人。我把它改了一下，叫做《我的名字，你的姓氏》。杏儿，谢谢，再次把小沈阳请回舞台。谢谢你们两个人，两首歌曲给我们的这十场晋级赛真的画了一个特别完美的句号。两个人都很完美，我个人真的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大差别，因为一个很阳刚，一个很柔美，对，特别好。那三位商议一下，给出我们一个结果。这个有点难。真的很难。对，只有一个名额，只能举起一只手，请三位简单商议。好 ，OK。已经有结果了。好，有请宋慧萍。很接近的结果。那就请您走上舞台。
老位置。老位置还是好。经过我们三位评委非常纠结的评议，然后咬耳朵，我们本季跨界歌王的最后一场常规赛晋级到半决赛的选手是他俩手都在抖，小沈阳唱得很好，真的很好，谢谢谢谢，加油。我服了，服了。没有没有，承让承让。可以跟你 PK 已经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记住，我永远爱你。嗯，让我好好的看一看这个舞台。谢谢乐队老师们，谢谢你们，辛苦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何年何月再有机会跟这么好、这么专业、这么大的乐队合作了，真的不知道。因为不参加这个比赛，可能我也没有这样就是唱这么多歌的机会，特别感谢。然后没有了，谢谢三位导师。不是跨界歌王也不会让你们可以点评到，够了，真的是很开心了。然后谢谢，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还有电视机旁边的朋友，谢谢你们，我会努力的，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唱歌给大家听吧。胡杏儿，我们今天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送别杏儿。这个升降台是你们每一次都特别期待可以升上来的地方，今天我们想把这里作为我们和你的告别，你是最后一个从这个舞台上降下去的人。来，杏儿，我能不能请我们楼上楼下的所有观众，我们一起起立鼓掌，一起来欢送我们最爱的杏儿，好不好？谢谢谢谢各位，再见。我觉得来到跨界歌王不一定要成为王，但是一定要跨界。能获得本场冠军，同时收获跨界歌王半决赛最后一个宝贵名额。第一期晋级歌手秦海璐，期晋级歌手王凯，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第三期晋级歌手陈松伶，不过是一种伪装，我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第四期晋级歌手李冠杰，有谁能不成为他。第五期晋级歌手白百合，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第六期晋级歌手郭涛，吃大顿就是一大顿，坚持不懈才有胜算，怎么办，按照我的习惯，小兄弟是不能够办。第七期晋级歌手潘粤明，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第八期晋级歌手王祖蓝。
接晋级歌手刘涛，第十期晋级歌手小沈阳，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刻都精彩万分。至此，跨界歌王十位半决赛选手全部集结。与此同时，我们将从自开赛以来，在北京时间网站的人气歌手排名榜中，选择前两名未晋级选手进入半决赛。8月6日，跨界歌王半决赛，歌王之争愈演愈烈。我第一个站在这儿，我其实挺紧张的。我这回来就是拿歌王来的。我来是吧？I love you, I love you, baby. Oh my god. 慢慢的把那个演员的壳敲掉，就是让我变成我自己。当你觉得你得到这么多人的拥簇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得更优秀。慢慢的我也发现我妈老了，我需要去接受她老了，不管她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还爱她。这个男人就是我的家，我一辈子都会牵着他的手走下去。你想要打破，不见得你就可以打得破。你在台上的状态特别像在背课文，有危险。很遗憾，通道关闭。进入半决赛的选手是秦海璐、李光洁、白百合、小沈阳、张伟杰老师、刘涛、陈松林。我觉得来到跨界歌王不一定要成为王，但是一定要跨界。由韩后茶蕊嫩白液冠名播出，韩后茶蕊嫩白液，嫩白就是 baby 白。北京时间为官方互联网合作伙伴，您可以登录北京时间网站或者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看不一样的跨界直播。感谢合作媒体北京时间、新浪娱乐、网易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凤凰娱乐、人民日报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日报网、中国青年网、光明网、无锡在线、北京网、中国综艺网、环球网、娱乐网、中国网、天龙网、粉丝网、橘子娱乐、凤凰时尚、一点资讯、今日头条、加特、天翼视讯、时装 app、手机百度、美拍、小米、天涯社区、百度百科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刻都精彩万分。